全昭明下车 ，Running Man 粉丝不舍结束六年主持生涯。出啊出啊！잘한다잘한다할수있는거다해야집안돼집안돼在韩综不计形象的玩游戏，搞笑无厘头的全昭敏，竟无预警宣布三十号录影结束后将结束六年 Running Man 班底生涯，让粉丝相当震惊。好喜欢昭敏，还是祝福他，好可惜，难以接受。哦，今天总出品的是总出品。진짜나좋아해经纪公司给的理由是，为了能在演技中展现更好的形象，深思熟虑后决定休息一段时间。오빠광수오빠빨리오라고해요막내라인이렇게열심히하고있어요빨리와오빠빨리와요오빠안와없어지금내가얼굴을치렸잖아원래형이랑나랑둘이이렇게하는거였어근데오늘형이없어서소민이가있다보고싶어요我们也想光洙了。RM 在全盛时期曾红遍全亚洲，还四度来台办见面会。拜月啦！어디요지파이내가그럼저가세븐하고해야돼가지고그거를그럼가는그사찰에아마전소민씨가가면아마양세찬씨가보이기때문에不过主持群曾经历一波大换血，成员 Gary 为了音乐事业退出，和宋智孝组的周一情侣随之告终。우리또 Gary 가오늘진짜좀아쉽지만还有灵魂搞笑人物长颈鹿李光洙，因为健康问题忍痛下车。우리처음만났던어색했던그표정속에서로말놓기가어려워하나둘셋마지막사진이라고감사합니다그동안너무감사했었고행복했었습니다如今赵明欧尼也宣布下车了，又要让一票 RM 粉相当不舍啊！爸，우리80년대아빠이거맞아요나와우리80년대아빠하네